姐姐，我又来了。大罗，送你个礼物。啥礼物？知不知道春播？知道。春天的菠菜送给你。哦，春播，行。你让他怎么吃？给我炒个菠菜。那你最近都瘦了，给你放上几个好鸡蛋，给你增加一下你的战斗力，行吗？这玩意吃多了能干不？必须的。必须的是吧？对。好。那就来个菠菜炒鸡蛋吧。行。清洗菠菜是吧？对。把上面的泥给你洗掉。哦，咱们是干净又卫生。对，等一会儿还得拿水给你摆一遍。卫生买卖。必须的。把菠菜的根给它去掉。对。说我长得丑，但是你不能说我长得傻。好，先把鸡蛋倒在碗里。哟，说黄蛋，受奖了你，受奖了，又说黄蛋，概率那么高吗？对呀、啊，你这回吃完就能找着媳妇了。你这话说的，这是单的，两个双，这个也是单的，嗯，两个双的。先把菠菜烫一烫。对。烫好水的，捞出备用。上火了，给锅浇油。这是什么油？花生油，纯花生油。倒入我们的鸡蛋。倒入鸡蛋液。哦吼！先把炒好的鸡蛋盛到碗里备用，碗里面备用。加油，加入纯花生油。放点葱花。嗯。葱花都没了，放入葱花。青辣椒。辣椒，搞里头。辣椒，搞里头。煸煸香。闻着香味了吗？嗯，香味挠一下就上来喽。倒入我们的菠菜。倒入菠菜，这是春天的菠菜。春天的菠菜，春天的感觉。春天的感觉，春天来了，万物都复苏了。巴拉，小姐姐，你这里有没有绿豆芽？绿豆芽没有了，那都卖完了，干啥？要不我去大爷那里给你借点。不要。好，倒入我们的鸡蛋。倒入鸡蛋。看颜色搭配咋样？放盐了吗？还没放，还没放盐是吧？巴拉巴拉再放，巴拉巴拉再放盐。那您快。加入我们的盐。加入盐。盐。要不要放点辣椒面？你想吃辣？我喜欢吃辣。我家没有辣椒面。没有就算了。
走，出锅。准备出锅了。我还买了一大盘。锅头，你给你放了鸡蛋多多。鸡蛋多多，补充战斗力。吃完这个晚上是不是特能干？对，必须的，杠杠的。哎呦，菜来了，菠菜炒鸡蛋。春菠耶！你先尝尝那个菠菜炒鸡蛋炒的怎么样？好鸡蛋就是好吃。好鸡蛋就好吃。对。菠菜不好吃吗？菠菜我还没尝，我说炒鸡蛋这个味道很好吃。哦。春天的味道，春天的味道，春天来了。对，万物都复苏了。不知道吧？